欢迎收看《职场达人秀》。今年呢，政府在国人出国旅游部分积极推动免签证的便民服务。不过，大家出国旅游呢，一定得要买机票。通常您是自己来买，或者是交由旅行社的票务人员一手包办呢？告诉您，千万不要小看票务人员这个工作，其中呢，可是有许多美美嘎嘎，还要具备专业知识跟沟通技巧呢。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带您来了解这旅游的票务人员需要具备哪些十八般武艺。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凑热闹。没有实际体验旅游票务人员的工作，还以为啊订票就是一纸神功，轻轻按个滑鼠就成功。没想到美美嘎嘎一箩筐，据说啊还要以贤内助的精神服务客人呢。旅游票务人员究竟有多神？精彩内容告诉你。下个月想去国外旅游，这订个机票怎么这么麻烦啊？不同日期，航班时段。价格差很多哎，哦，还是找旅行社的专家帮忙好了。出国洽商或旅游，想玩得尽兴又经济实惠，如果没有旅游票务各种好手的协助，可是要大费功夫啊。专业的旅游票务人员究竟要做哪些事呢？哇，大家看起来太忙了吧，电话接个不停哎。可是跟我约好那个旅游票务达人呢？林秀芝，旅游票务界的 Top Sales， 曾经创下个人单月营收破千万的辉煌纪录，在旅行社业界闯荡超过20年，专业热诚一级棒，服务经验最老道，订机票找他就对了啦。经理，经理你好，我是连仲伟。你好，仲伟你好。我本来啊想要自己订票，可是我发现上网订票很多琐碎的事情，搞得哇头昏脑胀啊，所以呢订票还是交给专业的旅行社来做。可是我发现一进来，哇，大家电话接不停，面对客人应接不暇哎。对啊，仲伟你观察得很仔细啊。我们旅行社来讲的话，就是接这些定位服务的话，是从早到晚。那尤其呢，现在是已经旅游旺季了，所以呢，尤其进来的每一通，尤其第一通电话就是我们的关键客户。对，那第一印象很重要。那接电话有什么学问呢？当然咯，基本的礼貌一定要的。那再来呢，就是引导客户的基本需求，比如说他的目的地是去哪里，那比如有没有什么指定的航空公司啊，然后班机啊，或是有带小朋友之类等等的。那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是很琐碎的，所以我们公司整个定位流程来讲都有 SOP。 专业的票务人员面对客户的需求一点都马虎不得，标准作业流程 SOP 还区分为订票前、订票后。定位前要确认的事项有一、何时出发；二、去几天；三、选择航空公司；四、证件，如护照、签证是否在效期内；五、持有哪个国家的护照。定位后要询问的事项有一、是否有航空公司会员卡，可以累积里程；二、特殊餐食的选择；三、选择的座位；四、特殊需求，是否坐轮椅等。哎，那乍听之下这套 SOP 很简单啊，那照表操课不就好了？照表操课是没有错，可是实际上呢，航空公司的变动呢，就是票价的变动其实是很大，包括票价，然后包括那个你每个航空公司的行程不一样，班机不一样的时候，票价也会不同。那以旅行社服务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不是要帮客人找到最顺畅的班机，然后最实惠的票价，那提供给客户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林经理指出，通常会有票务需求的客群多半是商务客，
而商务客最在乎的是时间的效率，因此变动性极高，经常会因为一个行程的调整而牵动接下来所有行程的航班。改时间、改行程、改票、改房间是常有的事。例如啊，客人先到德国参展，又要顺便去拜访法国的客户，再到美国开会，专业的票务人员就必须考量不同航空公司之间的航线的连结合作，并让整个行程顺畅无阻。这是一个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相当困难的工作。若没有相当的经验累积，别说无法串联完整行程资讯，更有可能啊，让一趟行程下来付出天价的金额，引来客户抱怨呢。既然啊是旅游服务的一环，旅游票务人员若是在订票服务流程上出现瑕疵，或者轻忽了某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招来客诉。尤其在消费意识高涨的年代，林经理说，除了耐心地向客户做解说之外，也曾经透过政府机构调解协调的案例。一旦与消费者发生纠纷，不论对错，对于商誉及形象都是损害。因此，订票前不厌其烦地询问与叮咛，是旅游票务人员确保客户需求的最佳守则。有你说问的仔细，我觉得这一点我可以理解。可是这是前段，那后段，比如说有没有会员公司的会员卡啊，或是比如说里程，这些也是归你们管辖哦。是不是必备？但是是必须要的，因为在我们定位的当时呢，我们会请客人同时提供。那即使客人没有会员卡哈，那我们也会请客人提供相关资料帮他申请。那其实这是一个服务必备的。哇，听起来挑战真不少。原来订个票里面的妹妹嘎嘎这么多。可是既然我今天来啊，就是要来体验票务人员的工作，我可不可以试试看？可以啊，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喂，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您好，我要订3张到香港的机票。那请问你什么时候出发？计划去几天呢？下个星期六出发，请问有上午的航班吗？我帮你看一下哦，上午有国泰航空、中华航空，都是9000。对，9000。那是早班机。那我要订华航的班机。你要订华航，好，可以订的是华航 CI615。你有没有华航的贵宾卡，还有那个香港签证？我有贵宾卡，但是港签还没有办。请问你们可以代办吗？可以啊，我们可以帮你代办港签。那航空公司的贵宾卡只要给我们卡号，我们就可以帮你累积里程。太好了，那我的卡号是453412。那如果申请港签的部分，等我把资料准备好以后，我再交给你们好了。好，那你们三个都是那个中华民国护照的吗？都是中华民国的护照。但是我忘了跟你说，就是我们要订3张的机票，2大1小，可以帮我订第一排的位置吗？位置我看一下机位表哦。要问一下小朋友几岁？小朋友1岁半。哦，好，那我在这边跟你讲一下，那个2岁以下的小朋友可以订婴儿票，然后如果大人抱的话，只要1/10的票价就好。哇，太棒啦！谢谢你的提醒哦，让我们省下一笔费用。那请问你们还有没有别的特殊需求呢？有没有吃素或有些东西不吃的？我们都是不吃牛肉。不吃牛肉，好。那餐食的部分我已经帮你给那个航空公司做注记了，座位部分也是。那请到机场 check in 的时候呢，再次提醒柜台人员就可以了。然后你的机票已经订好了，那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服务的地方吗？可以将定位的资料 mail 给我吗？OK， 好啊，那你把你的 email 给我，然后我等一下就把定位资讯啊，还有注意事项寄给你。谢谢哦，谢谢你。不客气，那有任何问题再来电哦，谢谢。好，拜拜。哇，好棒哦！你把前半段的那个定位的作业全部都完成了。跟你讲，真的是没有3两3，不敢上梁山啊！平常真的没有扎实的票务训练的话，客人打电话什么问题都有可能问，真的是很可能会被问到1问3不知。还好呀。林经理表示，过去啊，他每次训练新人都会开玩笑的说，连续剧里拿着护照说出国就出国的剧情是骗人的。因为啊，一趟旅程要关注的事项非常多，除了机票、航班的安排，还要细心的关心订房问题，是否需要交通券。这些关心啊，事实上是增加了工作的繁琐，但就专业与服务的角度，却是必要的态度。他笑着说，公司的主管都会要同仁以贤内助的心理对待客人，
不厌其烦的把客人当家人，才能够将服务精神发挥到最高点。哇，以贤内助的心理来对待客人，听起来是不是很感动呢？今天见识到旅游票务人员们的专业还有服务精神，到底这个行业背后还有哪些学问，还有学了什么样的 撇步 就可以跟经理一样厉害呢？今天的体验之行马上回来跟你分享。在旅行社培养一个成熟的旅游票务人员，通常需要做中学，从内勤业务开始，直到完全成熟才会上线面对客户，否则漏掉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造成客户的困扰，事后的客诉或者是公司的损失。因此啊，完整的培训显得相当重要。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什么？看热闹。要不是今天呢，我来体验这个旅游票务人员的工作的话，我一直以为啊，订票就只要一指神功，啪啪啪啪啪，在上面电脑上面有没有按几个键就订好票了。结果没想到，原来没没嘎嘎这么多。那么林经理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票务人员哦，那需要什么样一个条件，或是要多久的训练呢？基本上来讲，我们应征的那个票务人员的话，是过去的经验，我们是希望，应征国内餐饮相关科系的那个同事。那这样的话，他们不仅有专业的背景，那甚至也有他国语言的基础，那训练起来其实会比较上手。不过经过我们长期观察之后发觉，除了这之外，细心耐心才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基本的训练最少都要6个月以上。培养一位旅游票务人员大约需要6个月，也就是半年的时间才能够进入状况。林经理说，培养及格60分的旅游票务人员并不难，达到80分已经很专业了，但是要做到90分的标准却很不容易，因为这代表着有开环球票的能力，而环球票一年不过10起到20起的案件，除非够资深，否则开过一次就会忘记，无法达到旅游票务人员 PRO 级的境界。由于旅游票务有许多 know how 要学习，举凡各国签证的了解、航空公司票价结构的认识、衡量行程的安排、国际地理的概念等等，都必须要有一定的认知与掌握。林经理告诉我们，有时候票务人员经常是一整天不断接听电话，倾听客户需求，到了晚上下班后啊，才能够静心下来，仔细思考如何为客户安排最妥当的行程。其中的绞尽脑汁其实非外人所能理解的，更精准的说，就是量身定做一趟行程的概念。因此啊，充实相关知识对旅游票务人员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林经理说，公司会不定期安排课程与训练，同时也鼓励同仁充电，因为直接面对客户，不论国际语言、气管甚至心理学，都是可以多方面学习的哦。哇，听起来很辛苦，而且很挑战。那成为一个票务人员呢，他的训练内容有哪一些？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熟悉呢定位系统，然后还有票价的内容规则，然后再来就要熟背国际航空公司的代码，包括国际城市的代码，然后再来就是整个的国际地理位置的概念啊这些，然后再来最重要的就是要熟悉各个航空公司的产品内容，通通都要具备，你才能够帮做这个训练完了之后才真正能够上线。所以其实要背很多东西。对，好，我跟你讲，我记忆力还不错，而且地理我也很拿手，不如我来试试好不好？好不好？好啊，那我们就从背城市代码开始。好，虽然旅游票务人员只是整个旅游业的一环，但因为必须站在第一线面对客户，专业的知识与技能、沟通能力显得格外重要。在旅行社培养一个成熟的旅游票务人员，通常需要做中学，从内勤业务开始，直到完全成熟才会上线面对客户，否则漏掉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造成客户的困扰，事后的客诉或者是公司的损失。因此啊，完整的培训显得相当重要，而职训局就规划有观光商务英日语班的课程，提供有兴趣的民众报名参加。现在呢，很多人会上网订票来出国游玩，所以其实呢，网络订票这个业务的蓬勃，对票务人员来讲，会不会减轻一些他们的负担呢？
当然会减轻啊，不过相对的，因为呢，网络的消费者其实是在网络前半段下单了，就看好就下单，可是后面的那个作业还是要由我们的客服来完成。仲伟，不要忘了哦，你今天来找我是什么目的？对，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在网络上定位啊，可能机位啊，或者是价格啊、时间、时段，航空公司哇，很多头很痛，未尽如人意啊，所以呢，还是最后还是会来旅行社帮我解惑，对不对？对，因为网络上面其实有明载了很多的规定，包括航班票价的规则啊，包括你要定位的需求搜寻。可是呢，其实消费者呢在搜寻的时候，甚至在下单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尽管网络发达带来便利，一旦使用遭遇难题，消费者虽然在网络订票，最后呢还是会回到旅游票务人员的手上，还是会请票务人员协助。此外，旅游票务人员必须同时面对消费端的客人与供应端的航空公司，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例如，供应端的航空公司希望及早确认机位开票，但票务需求量大的商务客最大的变数就是时间难以确认，夹在中间的票务人员灵机应变与沟通能力成为这个角色的关键。那所以票务人员常常夹在客人还有航空公司中间，进退两难吗？没错啊，因为呢，客户下单的资料呢，在客服来讲呢，不管是英文名字或者是护照效期，包括所有的一些 detail， 我们都要帮客人去注意。那我们会尽量呢，在满足呢消费者所有的需求。面对琳琅满目的客人，旅游票务人员不只是买机票，而是卖一个希望，卖一个梦想。或许是度蜜月的佳偶，或许是远渡重洋探子的老妇，用心看待这个行业，旅游票务人员这个职业显得意义非凡。哇，真的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以前觉得说只要出国打给旅行社，把所有啊烦恼啊琐碎的事情交给票务人员，他们就可以搞定。我们只要呢提着行李拿着机票，快快乐乐的去机场出国去就好了。结果呢，就是这一些啊，票务人员们都是经过千锤百炼，为的呢，就是让所有的客户们都能够有个美好的旅程。所以在这边呢，真的要说，旅游票务人员们真的是就甘心美。因为如果你卖团的话啊，团体它就是一个包装好的产品，那需要判断的地方并不多，客人只要选择商品就好了。可是关于这个商务票啊，就是票务的话，那它每一种 case， 每一个 case 都要去判断。工作要具备哪些专业职能呢？今天在现场，我们为大家请到两位特别来宾。首先呢，为大家欢迎的是知名旅行社的副总徐敬德，徐副总，副总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好，另外一位是德林技术学院休闲事业管理系的助理教授赵曼白，赵老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先请问一下赵老师哦，其实当一个旅游的票务人员好像一点都不简单，那必须呢要具备的哪些条件，还有哪些特质比较适合来从事这样的行业呢？根据我们教科书或者是我们平常在课堂里面教导学生，然后尤其像票务人员，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员。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可能的耐性啊，因为经常在电话上。那虽然呢现在是个科技时代 ，Internet， 但是有时候呢可能还是还有电话的互通，所以呢在耐性方面要特别注意。那第二个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可能呢他在 communication 沟通，因为呢在沟通的部分呢可能呢。有时候呢，客人他的需求，那是不是可以满足他的需求？那譬如说呢，天时间，像我们所谓的 WEH， 那譬如说时间啦、班次啦，那或者是日期啦，那或者是早班、晚班这些东西呢，都要说得很清楚。那彼此之间呢，在沟通上要很好的一个沟通。那老师讲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有很强大的专业知识当做一个基础。不过有这个专业知识之外呢，是不是判断能力也很重要？我们要请问一下副总。是的，那个刚刚赵老师说的很多了，那我还要加强一点，就是说做这种服务业啊，因为我们这个是非常标准的服务业，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绝对不可以冷漠，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热情。那除了这些特质之外呢，就是这些
机票它本身跟其他的旅游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如果你卖团的话啊，团体它就是一个包装好的产品，那需要判断的地方并不多，客人只要选择商品就好了。可是关于这个商务票啊，就是票务的话，那它每一种 case 每一个 case 都要去判断。好比说客人打一个电话进来，请问一下台北香港多少钱，一般人就说那还不简单，你给我看，你把所有的票价放在一个 list 上面，我告诉他，我就照着上面念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判断就要非常多。第一个，你就要问他说，你什么时候走？因为今天走或者下个月走，价钱可能不一样。第二个，你要去多久？你要去一个礼拜的，或者三个月的，或者一年的，票价又不一样。你要早上走还是下午走？价钱也不一样。还有你要做什么航空公司的，价钱也不一样。很多判断变成每一次你都要判断，甚至于这些通通一样，你今天开票还是下一个礼拜开票，价钱也不一样。所以你自己随时 update， 随时都要去调整你的知识。而且呢，现在的 case 太多了，你根本记不住，变成都要去检查一下电脑是不是这个答案。那副总刚刚说判断能力很重要，然后还要具有专业知识，那么票务人遇到挫折的时候该怎么面对？年轻的从业人员会常常会碰到客人抱怨，或者客人讲话大声，或者说就是说有很大的 complaint， 所以这个对于从业人来讲是非常大的打击，对他们的尤其小小年纪那个信心受损啊。那所以他们就会常常来抱怨，就说我怎么那么倒霉，这个客人怎么那么凶啊等等的话。那通常我碰到这种情况都会跟他们安慰一下，就是说你一个月大概开多少张票啊？他说大概开一两百张。那我说你会碰到几个这样的客人？他算一算说好像只有一两个。我说对呀，因为任何人碰到一种挫折的时候都会把它放大，都会认为说这个是我此生最大的耻辱啊等等的。可是而且这种情绪会持续比较久。